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我哋嘅 OCQ 视频节目啦。咁嚟到咧湾仔会展嘅电脑通讯节啦，咁嚟到汉科嘅摊位啦。咁系大家都知啦，汉科电脑咧代理唔同嘅产品嘅。咁今日咧我哋精选咗几款嘅产品咧，会话俾大家听咧嚟到电脑通讯节咧有边一样系抵买噶啦。咁首先第一樣介紹嘅咧就係 Team 嘅記憶體啦，咁 DDR3 兩 G 嘅話咧都係做緊70蚊，而4 G 咧都係140蚊嘅啫。咁而佢哋代理開嘅華碩嘅產品咧，佢哋有幾款嘅產品都會做緊優惠嘅，咁分別咧有我身旁嘅柯賢溫嘅電腦啦，咁佢哋配備咗不錯的硬件規格啦，同時間呢也都有一個很靚的彩色的顯示器，是非常之精細啦。咁佢哋個價格都是4180蚊嘅啫。咁4180蚊就已經包括埋一部電腦同一個 mon 啦。咁同時間咧喺 router 方面咧，佢哋都有優惠嘅。咁只要咧係129蚊啦，咁就可以買到個華碩嘅 router 啦。同時間咧講開 router 產品咧。Buffalo 方面咧都有一款嘅 router 咧 M510 咧都係做緊個特價係120蚊啦，同時間佢哋推出嘅超級短身嘅 WiFi 接收手指咧都係120蚊嘅啫。除咗以上網絡產品同埋柯賢溫產品之外咧，咁 MSI 嘅 notebook 咧都會喺翻個會場咧展示翻俾大家睇嘅。咁 MSI 嘅有兩款嘅 notebook 重點推介俾大家啦，分別就係 GE620 啦，呢款嘅 notebook 咧由原本咧7498蚊咧，咁減價至6998蚊嘅，咁足足係減咗500蚊啦。咁同時間其實呢款 notebook 係用咗 i7 嘅處理器啦。咁同時間有埋個獨立顯示卡嘅，咁如果係玩遊戲嘅玩家咧，想買一部打得機嘅 notebook 咧，不妨留意呢款啦。而另外一款咧就係新推出嘅 X46 型號啦。咁其實佢呢一款係剛剛推出市面嘅啫。咁佢無論設計啦，同埋呢個效能咧，都係達到咧最頂班嘅。咁其實呢一款咧喺展場期間咧都係做緊優惠價7798蚊嘅啫。咁而notebook 柯賢溫嘅電腦啦，瓜頭介紹完咧，佢哋仲有咧 Synology 嘅 Last 產品咧，會喺翻咧展場嘅展場期間咧，會為大家示範一下咧點樣去 set 一隻 Last 嘅。如果大家對 set Last 有困難嘅話咧，可以咧嚟到咧漢科電腦嘅展場咧，為佢哋咧嘅員工咧會大家示範一下咧點樣 set 一個 Last 嘅。咁同時間咧，喺會場買嘅 Synology 嘅 Last 咧，都會比翻咧市面上嘅價格咧低翻好幾個 percent 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大家要買不同嘅電腦產品嘅話咧，記得嚟到漢科電腦嘅攤位啦。